最开始呢，我坐起来就感觉鼻子不舒服，然后嗓子也不舒服，有点累。那几天的时候，就是我很明显感觉到里边是甲醛有问题的。然后呢，我一开始就没有着急搬进去的。后来，我是请了一个甲醛公司过来去除。然后呢，除了之后呢，效果好像也还是不怎么理想。这两天呢，我这个是从里面搬出来了。然后确实一从里面搬出来之后就好了。啊，甲醛超标这个情况，首先是这样的，就我们入住新国公寓之后，大家都有用那个检测试剂，大家都自测了一下，然后呢，普遍发现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超标，有的严重的可能就是大概超了有个五六七八倍吧。也有同学他们会就自己，花钱找那些除甲醛的公司过来除，但是，看群里面同学大家聊天的情况，就一开始抽完之后可能。头几天吧会有效果，过几天之后呢又会重新的发现甲醛超标这个情况。这几天不知道住的时间长还是怎么回事，好像已经习惯了，就住起来没有任何感觉了已经。其实我也在群里边看了一下，就大家很多同学反映，就是，按照学校发的通知来讲，就，他会说是邀请一些学生代表去，就是跟着他们除甲醛的，以及跟着那个检测机构一起，检测，看这个是否合格，最后开出一个证明嘛，就是说是合格的。但是呢，很多同学就是说，这个学生代表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因为。普遍都是说学校里面也没有通知，然后也没有，就自己也不清楚这个情况，就很多同学想报名，想去跟着那些机构一起去看一下到底他们是怎么检测的，就看这个数据的真实性嘛，但是就是大家对这一块是存疑的问题。行，那我帮他反馈一下啊，这个我倒确实，因为我知道博士生公寓已经就在讲落成蛮长时间了啊。我希望学校能够在甲醛含量的检测方面做到公开透明，能够在录像或是有学生陪同的情况下进行公寓内甲醛含量的检测，而不是只给我们一纸报告。并且更重要的是，学校方面应当聘请专业的除甲醛公司对我们的宿舍区域进行全方面的甲醛清除，让我们学生能够住得安心。